看到这个很有温度，很有温度，而且最近很流行，就是它可以刻字送给对方。而且你知道，因为现在就是疫情期间嘛，我们常大家随身会携带那个酒精嘛。那我就在想说，你怎么可以把你随身带的东西变成实用又美观？看的东西就想到我，是不是？你说对你喷酒精。没有啦，你看我送给你的，先是这个，哎呦，你镜头看一下，你的英文名字 Chloe， 然后而且我老实说我很厉害，我刚好闪过这个，真的 C H L E， 而且我这个是有细节的哦，哪里？它是先从深，然后慢慢到浅，然后又到深，所以它是没那么好，没那么好，渐层有渐层哎，真的啊，渐层啊，老师他是没弄好，渐层，渐层，这是渐层，真的。魔鬼藏在细节里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要送给你这段时间认识你的这快一年的时间 ，pure， p u r e 这英文字有拼对哦，有用。它是纯洁纯暇的意思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演艺圈的这个算是比较复杂的环境下，希望它。一直都能，因为 他是一个很真的很真的人，所以我希望他一直保持这个很纯净很真实的感觉，一直到退休。退休没有啦，也就是希望你 保持这个纯洁之心嘛。哦，对，好不好？你要你终于讲一句中听的，换我的，就是你的英文名字啊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刻得很漂亮？我看看这个宽距。间距是什么？宽间宽度间距啦。宽距，你要简化宽度跟间距，宽距。宽度跟间距。你又宽又距，弄得多好啊！你看看。所以你觉得我在你心中是宽距？没有，是大。什么啦？很漂亮、欸，很美耶、欸。然后等一下，我重点是下面弄了一个星星，对。就是它，就是像一个 star 一样，有没有？哇塞，已经是啦、啊！是 okay. 有我的加持更是啊。是。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猫脚印，因为我们都是猫人。猫奴啦，猫奴。猫人。猫人。对，就是狗人跟猫人啊。哦，好。我们都你养三只嘛？四只。你养四只，我养一只。我知道。对。只是因为一只有点太单调，所以我就弄了两只跟它配、oh. 这样。是不是很用心？接下来要带你去一个，还要去喝茶、啊、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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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好，口渴了，口渴了，口渴了，口渴，那种香音跑出来。我跟你说，这边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，你可以先品茶，就是先闻闻香，看你要气质。对，先看你先闻看你要什么样的口味的茶。好，好不好 ？OK。
品茶的时候啊，然后这个配上这个古色古香的，就会想到一个 slogan。什么？你不要说。没有，我一定要说。世界越快，心则慢。喝茶。一刚一直很想讲这句话。哎，说真的，我们拍这部戏拍也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觉得真的，哎，辛苦真的是值得，剧情真的很越来越精彩。我真的很想说实在，我很想推荐这部戏给还没有看过的观众，或是已经屌了一的观众朋友们。这部戏不止探讨到那个年代，可能是你们没有经历过的年代，你可以去了解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爱情、什么样的亲情、什么样的友情，它全部包含在里面。然后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爸爸妈妈们、长辈们，一定会更感同身受，在这部戏看到他们以前谈恋爱时候的样子，场景，我们的场景很用心，对，场景很用心，服装也很用心，道具也很用心，整个 team 都很用心，所以对还没看过的人啊、看过的人，我希望你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们，然后大家一起来看这部戏，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美丽人生。没错，因为我们的剧情真的是很精彩，对，只能说毫无冷场，而且高潮迭起。还能有什么词？来啊！还能有什么词？响彻云霄，响彻云霄，拔得头筹，一马当先，万夫莫敌，万夫莫敌。好，不要闹啦！反正我们的剧情是真的很精彩，然后而且每个演员都很用心。就是我跟你说，这部戏你真的不看得太可惜了。那我问你哦，今天这样一整天从早上到现在，你觉得我安排的这些你？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点？印象深刻，刚那个做皮革，那我很喜欢那个，因为那个有互动啊，就是你会觉得从早到晚都有互动。对，我所谓的那个互动是有真的你，很用心在做这个事情，然后又是第一次、自己做，对。你说喝茶，或是这可能不是第一次，对，但是那个东西是很新奇，很新鲜，很新奇。然后说哇，原来敲下去是这种感觉，那么有快感，对。我死里敲，其实我也是那一个，就是那个感觉，那其实很疗愈耶，你不觉得？对啊，很疗愈啊。在敲的那个过程，敲的时候，然后看它印在上面一个烙印的东西的时候，对，很疗愈，很漂亮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很有质感。很会安排哦，谢谢你的安排。好 ，Cheers。Cheers。